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边，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样咧，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系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市面上咧已经系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咧，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咧，已经一路咧有好多嘅客人咧，就系买咗翻去屋企度咧，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咧，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同类疗法系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嘅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嘅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嘅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嘅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嘅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嚟嘅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喺生查理斯王子嘅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先能够顺利咁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啦。同类疗法喺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嘅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同埋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无地黄素 Digitalis， 我们英文叫做 Foxglove， 无地黄素 Digitalis Foxglove。 无地黄素那个发病源呢有三个主要的症状的，我要记住一下。第一就是那个脉搏呢是慢、弱、不规则，同埋咧系有间断性嘅脉搏。第二咧就系嗰个肝咧系肥大冤痛。第三咧就系粪便白同埋糊状嘅粪便。好啦，加上咧无地黄素咧系亦有一个就系少少嘅用力咧就会觉得成个人咧就系好衰弱嘅。咁精神状态呢都係一个焦虑啦、低落啦、恐惧啦，同埋呢就想独处嘅。如果有啲人呢係真係即係侵犯到佢嘅嘅空间呢，佢又会想去逃离去嘅。咁仲有一种呢种嘅种嗰种自觉地嗰种感觉呢，好似有啲焦虑嘅。好啦，喺嗰个胃嘅症状方面呢，我哋都会见到因为门静脉充血胀，无地黄素呢亦都会有恶心同埋呕吐嘅。一见到或者闻到食物呢就会触发好强烈嘅恶心，但係呢脷胎是干净的清洁的，会有口渴，但是呢就是未必会有发烧的。咁有的时候嗰啲毛病呢是因为过去的过度的纵欲或者呢是
虚华嘅生活。对年纪大嘅男士咧，佢哋会出现前列腺肥大啦、性无能啦，同埋咧系好多啲淫乱嘅思想。无地黄素咧系一种紫色嘅无地黄，咁喺可以话咧系美国咧早年咧用嘅草药嘅一种。咁但系咧无地黄素咧，无地黄本身咧个草药咧系都有啲毒性嘅成分嘅。咁喺估计咧系早年咧啊有成好多人咧系成过百万嘅人啦吓，就系、是、死喺呢啲嘅药物嘅吓个 digitalis 吓一个好常用嘅西药嚟嘅。但佢始终咧佢哋系有毒性嘅。咁当然啦，美国每年都大概有50万人死喺心脏病。好啦，我通常咧系用喺一啲心脏虚弱啦，尤其是当你个心调教本身出现问题，系即系话嗰个心率嗰方面问题啦，心率不规正吓，不规。我哋会可以睇到有五个地方吓嗰、那个无地黄素咧系有亲和力嘅。当然第一就系个心脏啦 ，OK。第二个地方咧就系个肝。这个很多时候呢是可以用在一些那个黄疸症的。尤其是在医院的病人呢，如果他们有心脏病再加上呢是出现呢肝慢慢衰竭呢，你应该考虑到这个疗剂的。黄地黄素呢，无地黄素呢亦都可以影响前列腺。尤其是对啲年纪大的人的前列腺胀大啦，同埋衰弱，加上同时咧有心脏病，咁如果你见到呢两个结合埋咧，前列腺加埋心脏毛病咧，你就应该谂下同类疗法嘅无地黄素啦。无地黄素咧亦都可以用喺一啲控酒嘅人士出现嘅癫妄性嘅震癫啊，即系有阵时候咧，佢要戒酒嘅时候咧，就出现呢啲咁样嘅震嗰啲咁样嘅嗰啲问题嘅。亦都可以用喺肺炎同埋嗰个胸膜炎嘅肺膜炎吓 ，pleurisy 肺膜炎。咁喺历史上咧，同类疗法咧，亦都系用呢个疗剂咧去控制一啲动物瘤啊，即系嗰个大血管咧系出现气泡、出现气球嘅胀。呢个系可以话好危险，可以好危险嘅吓。好啦，无地黄素咧有一个好典型嘅胸部嘅症状咧，就系咧就胸部咧好似好收紧咗嘅，就好似另外一个同类疗法嘅疗剂就大花仙王掌系 cactus grandiosus， 大花仙人掌亦都有呢种咁样嘅枯实嗰种感觉嘅。咁呢种咁嘅胸部咧有一种掹实嘅感觉，同埋加上心脏微弱咧，同埋咧佢亦都会有啲好攰嘅感觉，同埋咧系四肢咧感觉好沉重嘅。咁呢种嘅症状咧就好似calcium 啦、黄素升啦，同埋嗰个 conium 嗰个毒心吓，都有呢啲个四肢咧好沉重嘅。好啦，如果你大家有采用嗰、那个打脉嘅话咧，咁你好容易睇到咧，无地黄素咧系有一个嘅脉搏咧系好不规则嘅。好啦，咁除咗我哋嗰、那个心胸觉得掹紧，腿部好重嘅症状咧，我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嗰个好似唞唔到气，好似好窒息嗰种感觉。咁当然啦，呢种嘅窒息感觉好多时候咧，都是因为那个心脏衰弱有关的。好啦，我哋同那个另外一隻同类疗法的疗剂盐 ,Natrium Muriaticum。咁盐呢有时都会出现呢啲心律不正啦，同埋呢嗰个脈跳得好犀利啦，因为个悲伤而引致嘅。咁呢啲我所谓叫心碎心碎，係真係有呢件事㗎。
咁喺同个疗法里面呢，我哋形容嗰、那个炎型嗰个疗剂呢，有个关键嘅症状呢，係包括心房搏动，好似个雀仔喺度入面呢，喺度猛咁拍嗰个翅膀呢种咁嘅感觉。咁通常呢嗰、那个脉搏呢係慢嘅，或者呢係不规则，即係佢係突然之间停下，跟住又有返又停下又返，咁呢种咁嘅症状出现㗎啦。好啦，无地黄素亦都有睇到一个係症状呢，係一种叹气，係一个好深度嘅叹气，要好大力去叹气。咁当然呢，呢、這个同因为个心脏病有关嘅。咁、呢个同另外其他嘅疗剂啊， Calforce 啊， Calcium Force 啊， 磷酸钙啊，都系有呢种咁嘅症状。尤其是都是因为那个所谓悲伤的经历，导致他呢要唉声叹气。好啦，无地黄呢亦都有一个疗剂呢，是对付处理一些胃部的一种下沉这种感觉的。那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加上他们心跳啦、跪跳啦，同埋呢是不够气啦，咁開始呢佢哋就開始會覺得有一種暈嗰種感覺嘅。咁呢種暈嘅感覺加上呢嗰、那個胃部呢好似一種下沉嘅呢，同埋呢感覺自己就快死下。咁亦都感覺呢，如果佢喐呢喺嗰、那個，因為而家咁脈搏得脈跳得咁犀利嘅時候，佢喐動呢佢 會死亡嘅。咁呢個真係嗰個無地黃素一個主要嘅症狀嚟嘅。好啦，咁做一啲堵塞性嘅心脏衰竭啦，尤其是老人家啦，咁加上呢会有头晕啦，同埋耳鸣。我亦都可以用喺一啲高血压，尤其是高血压有肾嘅毛病啦，或者前列腺嘅毛病嘅。无地黄素呢亦都有恶梦嘅象征嚟嘅。中医都有，中医亦都有提及啦，心呢心神生嗰啲梦系有关嘅。咁如果我哋个心系太过兴奋嘅时候呢，我哋都会发恶梦嘅。咁无地黄素呢就有呢个情况嘅。无地黄素可以用喺一啲初生婴儿嘅黄疸症，而嗰个粪便呢嘅系又白又糊状嘅粪便。咁你通常呢好多时候呢见到啲嗰、那个肝炎嘅人有呢种嘅症状嘅。咁亦都可以用喺啲控酒嘅人，控酒嘅人有肝同埋心脏嘅衰竭，记住心脏衰竭好紧要嘅。咁当然啦，控酒饮酒多嘅人好多时候会出现呢肝硬化啦，同埋肝呢系受损嘅。好啦，对一啲年纪大嘅男士嘅前列腺胀大，或者佢有过去曾经有患过淋病嘅病歷，跟住性無能啦，咁尿道出現啲黃白嘅分泌啦，尿道呢係點滴，屙尿點滴，咁呢通常呢會見到係一啲年紀大嘅人，我哋都叫佢做即係良性嘅前列腺肥大症。咁通常呢尿不斷咁點滴，無地黃呢亦都可以喺呢方面可以幫助得到嘅。好啦，咁佢哋嗰個精神狀態呢通常咧就比较上咧极度啲焦虑啦，尤其是同个心有关嘅，佢亦都有一种感觉极度嘅内疚感啦，又噩梦咧又有由高空跌落去嗰种咁样嘅噩梦啦，咁亦有阵时候咧喺瞓觉嗰时候突然之间有啲触电感啊，或者只脚咧系跳动啊，咁所以呢啲有多成日都有呢种嘅情况嘅。无地黄素呢亦都好似另外一个同类疗法嘅黄金呢个嘅疗剂。咁通常呢系心脏病嘅病人嘅尾期呢通常会出现呢系情绪极度低落，失望同埋好软弱好虚弱嘅。如果你见到有加埋嗰、那个悲伤同埋呢系内疚呢种咁样嘅情绪呢，你可以諗到黄金同埋呢个无地黄素呢个疗剂嘅。咁、okay? 无地黄素呢亦都可以用喺一啲缓晕啊头晕啊，即好似醉酒呢种嘅感觉。
咁通常咧会发有加埋咧嗰啲血咧冲到脑出现咧嗰个潮热同埋咧系心跳、心搏动。仲有一个情况咧就系、是、更年期嘅女性佢哋个心跳特别慢。何谓特别慢咧？即系话咧每分钟40到50呢种咁样嘅心跳咧系出现系比较慢嘅。Okay? 所以无地黄素咧，虽然喺个亦都系西医用嘅西药嘅一种，但系咧喺同嘅疗法咧，我哋用嘅范围咧系广泛好多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